laptop or bed inside. Nope. No, okay. Terima kasih. Thank you.2月14号是情人节，然后我妈咪跟妹妹昨天已经飞过去了。我本来昨天也就是13号就应该在日本了，但是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必须延迟一天。我现在很爱睡，超爱睡啊！现在是晚上10:45，我的飞机是晚上11:35，抵达日本的时间是明天早上7:25，所以等一下我必须要在飞机上面睡觉，因为我明天一到那边就打算直接出门就玩了，我没有要在hotel里面休息，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在飞机上面不睡觉的话，我明天就好像 zombie 这样行尸走肉。Gate 还没有开，还要再等一下。其实我一直到两天前都还没有收拾好心情，准备去旅行，一直都在忙手上的工作。然后一直到两天前，我妈咪 video call 我，她问我准备好去旅行了没有，因为她一直都很期待这次的这个 family trip。然后我告诉她我还在忙工作，还没有收拾好心情，她就把我大骂了一顿，然后跟我讲，妈咪都可以放下一切工作，准备好专心去旅行了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然后当下我就很内疚，Sorry, 妈咪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有在看这个 video 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再不开心。妈咪，我爱你。我妈昨天告诉我，这边温度是差不多7度这样，我就觉得还好，应该不会很冷。但是问题是，刚刚我一到机场做 announcement 的时候，她的 announcement 就讲现在的温度是-4度，然后我一听到我就因为我一下飞机是在室内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，室内应该不会冷到哪里去，因为室内有暖气，除非我出到外面的话应该就很冷。但是问题是我一下飞机我就整个人在发抖啊，它连室内的温度都很冷，室内的温度都已经够让我发抖啊，我没有办法想象，你看我去到外面我穿这样子-4度我会冷到什么程度。只是单纯的走出来，想要来看一下，想要来体验一下我穿这样子，然后在-4度是什么感觉。Tokyo Station 品川 ，You can buy tickets at the JR Station B1. どうぞ。はい。Meguro。Meguro。じゃあ You have to change 品川 Station. This price is.这就是它圈里面的厕所，很惨。
终于来到东京啊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冷，我现在要快点去找我们的住宿在哪里，然后要快点进去，我现在真的冷到要毙啊，超冷啊。哇，不是普通的冷欸，是超冷啊！看我的手，整个红了啊！哟！我现在终于到我们住的地方了，我已经冷到要死了，真的要休息一下。来到日本第一餐，竟然吃 American breakfast。对我来讲，日本的这个 train subway 的这个地图，就像蜘蛛网这样。自己带一个 luggage 出来，就是为了来买东西啊，然后装进去。你东西很多，那你买很多呢？是。教你们一个东西，下次出门玩啊，你们来旅行出来的话，一定要带行李。为什么要带行李？因为如果你在走这些累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好像我这样。这里是我来日本一定要来吃的 beef bowl， 我一吃到那个味道我就醉了，超香了。很冷啊，真的很冷，一到晚上时间是超冷的。现在我们要去吃一兰拉面，真的很冷，冷吗？冷，真冷到我的手整个是冰的，你不要动我。我昨天一回来就把面绳倒下去睡了，太累了，现在起来准备一下要继续出门了。